我就是这山里最娘的宅。
应该。超级香。买了鱼洗个澡，盐调料盐一下，五仁红鸡蛋，放点面粉，好的，桂子鱼下锅，我发个面，打个鸡爪，他过来。你要尝尝这个桂子鱼啥味道？你想是谁？熟的鸡蛋快速去皮，去成这样色的，倒入老抽，再来一瓶夺命的大绿棒子，用我单身的右手给它翻拌均匀，腌制两个小时。起锅烧水，葱姜八角、树皮、树叶子，再来点老王头炖肉包，搞里头。开锅以后下入鸡蛋，连汤一块倒里头，扣上锅盖，再糊30分钟。家人们，视频您都看到这儿了。如果说还有免费的双击已关注，就给东子留下一个。东子想上次热门，锅盖一响，祝大家都能实现梦想。哎，食完成，我先捞一口。肘子，太热了。30分钟，教做菜1年多了，发了600多个作品。如果您一个双击都没给够我，这个视频求求大家就给少天一个双击再走吧，让少天也上一次热门。少天祝大家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吉时已到，锅盖走你。茶叶蛋制作完成，少天先吃一个啊。
饭也可以加粉，一起捞饱。真的不知道这老板是咋想的，来，咱们给他上一个。这个是免费加粉的，这里给我来一碗红烧牛腩粉。这些一会儿再吃。帮我加完粉，加粉一碗，嗯，给我拿这个来。完美，绝对是老板的私物，免费加粉还给加了一块肉。这是高手，高手。你这个罗汉果啥也是免费的。服务员，再帮我点一份番茄牛腩盖饭。